12月16号出来投票。立委黄国昌罢免案剩不到一个月就要投票，罢昌团体逢人便发宣传单，文宣战也在网路开打。反实力粉丝团贴出创意文宣，模拟罢免选票，却被指控有抄袭嫌疑。比对一下挺昌团体11月4号的活动照片，除了印章位置和左下角 logo 改变，其余相似度超级高。边缘还有图片没有裁好的阴影。挺昌团体24号告上法院，控告发起罢昌的安定力量侵害著作权。选罢法就是在选举期间，你任何的文宣或宣传品，必须有法人或者是团体以及他代表人的署名。就是类似这样，我们会有安定力量罢免的领衔人孙继正的签名。售出活动文宣最下方一定有发起人签名，安定力量喊冤，天文的粉丝团与他们无关，挺昌团体根本告错人。经过我们查证的结果，在网络上去引用某些文章，在引用这个盗用我们的图片文宣所制作的这个图片里面呢，事实上是非常明确的去讲说他们的这个图片的来源就是安定力量，不是我们做的文宣，那整个事情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指控。正反双方各执一词，罢免黄国昌12月16号投票，口水战先开打。记者李孟昌、李立珍新北报道。